回到柜上免费兑换你的试用品。哇哦，就是响应环保，让大家有做一个空瓶回收的一个习惯。没错，真的屏幕圈非常的环保，谢谢谢谢，让我们掌声鼓励，谢谢我们的屏幕圈的石璐姐姐来问我们说，哎，你怎么样做保养了？来，工作人员，请问一下。OK 了，对不对？来，不过呢，我觉得呢，在大家呢看了一连串，对不对？一定想说名次要出来了没？那我们现在呢，我请三位评审都讲啦。好的，来，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拉拉来为我们讲一下，就是他刚刚这样看了一轮下来之后，他觉得我们的参赛者呢，感觉呢是怎么样呢？或者是呢，他有哪一些有可能呢，这一次没有办法达到，但是下次可以达到的？因为参赛者都很厉害，然后今天可能有点小紧张，对不对？对。那我以前辈的姿态要给各位一些建议，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选美腿，所以我们还蛮注重就是私底下的仪态，像我们坐姿啊，或者是你主持人在采访你的时候的站姿，都有列入在评分标准哦。所以这些小细节，对，所以才会把他们放在这边呢。就是如果未来想要走模特这条路的话，就是美姿美仪非常的重要。了解。那妈妈可以跟我们讲说，基本的美姿美仪啊，就是怎么样算，就是在你的眼中是标准？在我的眼中吗？对。你说要站姿的话，站姿如果说很基本的话，就是模特的站姿就是这样子。哦，是这样子啊。那我是建议，就是因为大家平均年龄比较轻，对，可能小朋友会这样插口袋，是，或者是会这样子脚一定开开的。可是今天毕竟是选美腿比赛，是要稍微休息一下你的腿型。了解，所以我懂了。那所以坐姿的话，我们的腿就是可能要搭在一起吗？还是坐姿的话，像你，我觉得哪一个是比较标准？他就不敢动了。现在看一下，我看一下有哪一个是比较标准。一号跟二号会比较标准。一号跟二号。因为他这样翘脚的幅度啊，会把整个腿型拉长。哦。对，而且他的手都有负责。是，了解，原来是这样子啊。是的。好详细哦。好，那谢谢我们的拉拉，谢谢。所以你刚刚评分的时候很困难吗？不会啊，我都很就是小细纹我都会。了解，好，谢谢谢谢我们拉拉的真的特别谢谢我们的拉拉，他非常的细心跟我们的参赛者有讲到说坐姿呢跟我们的美姿美仪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哦。那接着下来呢，今天呢我们的名次已经准备好了，亲爱的参赛者紧不紧张？紧张对不对？好啦，你们都很棒，好不好？相信主持人，你们真的非常的棒。那现在呢，我们要颁的是我们的最佳人气奖，来，我们先请得奖的人上来。亲爱的，我想要说，就是他们先上来以后才会那个。那当然呢，请问一下，你们觉得自己会得最佳人气奖吗？都不敢讲话，对不对？来，我们这个最佳人气奖要请我们的三中店长，三中店长来为我们颁最佳人气奖，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三中店长。来，三中店长要为我们来做公布吗？一号。二号。好像帅哥都比较不容易被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Miro 帅哥啊！掌声鼓励一下啊！你们真的是
为我们要介绍一下。等我一下哦，给我一支麦好不好？玉若，你可以为我们站中间一点吗？你是我们摄影当中的佼佼者。没有了，大家都是佼佼者。您太谦虚了。那你觉得说像摄影的时候，腿部啊，就是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呢？其实我们拍照的时候，腿部的话，当然，个人的保养不用说了，那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除了你自己的自信之外，那你的脚的时候，当然是摆的时候不能太大，比如说要有个层次，就前后的层次啦，就是高矮的层次，是，可以展现出你的自信。好的，虽然这些已经有点晚讲，不过呢，我相信今天参赛者他们可以学到很多。来，我帮你拿麦克风，你帮我们公布的是我们第三名，第三名会是谁呢？第三名是几号呢？六号，蔡怡锦，哦，就是来性感舞蹈的蔡怡锦哦。来，像我们是我们的六号蔡怡锦，我们往前面一点点。好，来，接下来还有我们的李卷。好，我们往前面，让我们的摄影师来拍照哦。好。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屏幕宣言的漫步云端的美腿霜喽。好 ，OK 吗？都 OK 了吗？看中间，看旁边都行了吗？好，谢谢，谢谢我们的第三名的，就是我们的怡锦，谢谢，谢谢我们的丽柔，谢谢。好，接着下来呢，更紧张的就是我们的第二名喽。那我们要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选美皇后拉拉为我们颁奖喽。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拉拉。来，为我们颁的是我们的第二名喽。拉拉要讲话吗？然后就要颁第二名了，对不对？来，名字他在这里面，所以你可能要这样颁会比较。第二名会是谁呢？我觉得第二名，会紧张吗？紧张对不对？第二名也是我们的最佳能源奖二号沈玉如。沈玉如的人气奖跟我们的最佳的第二名都是我们的沈玉如哦。下一位还要去唱的是我们第二名。来，今天我们老板也跟你这样握一下手，来，现在是我们的李健，那我们往前面一点，往前面一点，让我们摄影师比较好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的屏幕宣言的漫步云端的美腿霜喽。像我们静下美腿女王选拔赛呢，已经进行快要到结束了。那当然，我们现在颁的是我们的第二名。好的 ，OK 了吗？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拉拉，也谢谢我们的玉如，谢谢。好的，第一名了，好紧张哦。我们一样要请到的是我们的山中店长，为我们颁第一名了。那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山中店长。山中店长为我们颁今年我们的统一班级百货的台北店，到底第一名会是谁呢？统一百级百货高雄店，第一路比赛啊，七号，七号是我们的黄玲蓉 Alice。还有我们的屏幕宣言的漫步云端的步推，吓到主持人。好，我们的统一百级百货呢，高雄店呢，我们第一届举办的静下美腿女王选拔赛呢，已经告一段落了。那非常谢谢各位现场的评审，以及我们呢就是邀请来的拉拉，还有我们的米柔，还有我们的三中店长，谢谢谢谢。要不要拥抱一下？三中店长，拥抱一下。对，第一名抱一下。
很高兴。有感受到很高兴。好，那是掌声，再谢谢我们的三中店长，谢谢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好的，谢谢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这样参与我们金夏美腿女王的选拔赛，让我们在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一起上台合影留念哦。来，我们的第一名站中间，然后二三名在旁边，再往前面一点点，比较好抓，有没有？让我们的摄影大哥可以拍到照。来来来，更近一点，再近一点。那当然，我们金夏美腿女王选拔赛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协办单位 Bubbles， 还有我们的 Rapper， 还有我们的 Blueway、Anyway、Divas、Orange、Oranges。好的，那现在。来，我们先看中间的摄影机好了。来，中间摄影机5秒钟，5、4、3、2、1。接着看我们右手边的摄影机，5、4、3、2、1。啊，接着看我们左手边、左手边的摄影机，5、4、3、2、1。好的，谢谢。来，我们的得名的先不要走，来，没有得名也没关系，一起上来好不好？跟我们的三中店长，还有我们的拉拉，以及我们的 Miro 一起来合影留念。因为呢，今天大家都非常的优秀，都非常的棒哦。来，我们呢就让我们的三中店长站在中间，来，我们一起来做合影留念，静下美腿女王选拔赛，三中店长站在中间。来来来，三中店长站在中间，小心小心哦。为什么往这边走？来，我觉得自己找饭吃。来，我们今天美腿女王的选拔赛呢，即将要告一段落。那今天呢，很谢谢各位现场的朋友来参与之外，也谢谢我们的参赛者呢，准备了非常非常精彩的才艺表演喽。那也谢谢我们的协办单位。那当然了，我们接下来美腿女王呢也将会继续办下去，希望呢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呢能够感受到说我们统一百吉百货高雄店非常的用心以及非常的认真在为大家咯。好的，那我们先看中间，来，先看中间，中间摄影师，5、4、3、2、1。好的，那我们开始，5、4、3、2、1。